今次第三集同大家讲下 Apps 即是应用程式的下载同埋呢个安心出行的使用。欢迎来到吹吹水电脑研究所，我是老詹。在开始影片之前，记得留言、赞好和分享我的影片，跟住订阅我的频道和揿埋隔离歌啷啷，当有新片的时候就会通知大家噶啦。记得赞好埋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 Facebook 专页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欢迎到第三集。咁今集同大家讲下呢个嘅点样 download apps 同埋呢个嘅安心出行使用嘅。咁开咗部机啦，呢、这个有个叫 Play 商店，呢、这个就应该个个机都系一样名噶啦。揿入去，开咗个 app 啦。咁佢喺顶顶呢度咧有个搜寻应用程式同游戏嘅，揿入去就可以写翻个名啦。即系其实呢啲可以向上向下拨，你啱嘅都可以揿落去咁样去揿安装嘅。咁今次我主要讲呢个安心出行嘅，咁搜寻啦。即系已经弹咗个安心出行啦，安心出行，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嘢嘅，咁向上下拨，揿咗个安心出行，系啊，安心出行，之后揿安装，等佢 loading， 等佢下载。呢度有呢个嘅显示嘅，正在安装。佢问你系咪俾你呢个存取嘅，允许。欢迎使用我已，呢个读翻我已啊，我有啲使用条件嘅，使用嘅嘢我剔咗去，同意。下页允许。是咩事先？等等啦。哦，原来我头先嗰个荧幕录影顶住咗嗰个嘢，咁唔紧要，你只要揿翻呢个嘅允许得噶啦。跟住头先都会有几个next OK 噶啦。咁其实都系啲资佢话俾你听啲嘅资讯嚟嘅 ，OK。咁佢有几个嘅界面嘅，咁你呢度可以向左向右拨，高少少低少少，佢会话翻你有冇呢个嘅风险通知啦，电子针卡啦。咁其实如果你打咗针嘅话咧，佢你张针纸咧。其实你将针纸我按住呢个位咧，系有一个嘅 QR code 嘅，咁你可以影住佢啦，即系嗱佢。这个揿电子针卡，我问你是不是扫描？
跟住咁同意，嗱咁樣嘢，你咁樣嘢，我就認到。系啦，跟住佢呢度咧，佢就佢有個曲彈咗出嚟噶啦，咁已經係加入咗你個金卡噶啦。跟住咧，你撳翻呢個嘅箭嘴，因為點解？金卡有我個人嘅私隱喺度啊，我就唔會有方便公開俾大家嘅。咁跟住咧，你進入咗一啲嘅地方之後咧，佢咪要你入呢個嘅嘟曲嘅，就咁呢個進入，佢呢度有個綠色嘅框框嘅，其實佢OK， 你只要咁樣對住佢個曲去嘟就 OK 噶啦，其實就好似就係咁樣。就是咁樣樣啦，對住咁樣樣喺個曲咁樣嘟就可以噶啦。其實就嘟完之後，佢會有翻個藍色嘅碼出嚟俾你嘅。都係咁樣樣啦。嘟完佢有個藍色碼就彈咗出嚟就得噶啦。其實就咁嘟。跟住，如果你喺啲檢測嘅記錄咧，即係撩完鼻哥咧，你撳呢個加號，其實佢都會個短信入面係一個二維碼俾你嘅。你只要咁樣樣，其實撳匯入咧，佢就會讀翻嗰個就得噶啦。其實就咁詳細再我再教大家。之後再教大家，咁呢個就健康碼啦。字其實你撳呢個已閱讀咁同意，看圖識字，看圖識字，係啦。好，今次係咁多先，下集見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嘅影片嘅話，請大家贊好、留言同分享俾大家嘅朋友。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揿埋隔篱个铃铃，当我有新片的时候 ，YouTube 就会通知大家噶啦。记得仲要赞好埋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 Facebook 专页，多谢。